但是目前有一些重要的人身报道，因为讲放一些火灾，还有机车的阻挡通行，啊，造成讲行路人和行障者使用是不太方便。行障协会也就希望讲应该要来移除火灾，还是讲未使停机车来建立行路的友善环境。主讲行障协会日前提出反映，目前在台南市境内有一些重要的人行道被火卡以及机车来阻挡通行。希望人行步道的阻碍情形应该采取到改善的措施，请交通局设置停车标线，以及通知相关单位移除障碍物、花卡也是机车，让民众行伫步道会当无障碍。这边的人行道做得非常漂亮，而且很宽敞哈。但是啊，因为我们这次的问题就出在于说，我这边有盆栽跟机车挡道，好，所以整个呢。我们人行道无法畅通，行动不便者或是父母亲推婴儿车，你根本行人到这边也没有办法过去哈。主讲行障协会营务理事长何文赞表示，希望市政府为长辈甲幼童行障者来设想，达到人本交通友善的环境。行动不便者更需要来户外活动哈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共设施的环境。那我希望啊，我们公部门这边。啊，能够来协调怎么样把这个盆栽移走，还有禁止啊机车的停放，让我们整个啊人行道都能够畅通，让台南市能够真正达到一个啊人本交通、有爱又温馨的城市哈，这是啊我们每一位市民的一个需求哈。市府交通局表示，会来盘点人行道的设置、规划停车标线，以及请相关单位移除障碍物。花卡甲机车，使得行人步道会当畅通无障碍。记者陈嘉欣，东区采访报道。